遥控器啦，你是不是要没电？你跟我一样傻。没有啊，很有电。很有电吗？你到底在干嘛？用遥控器啊，真的好。电池在他手上。电池加起来就好几万。镜头是圆形的。镜头是什么形状？那也是圆形的。手下线，先喷嘞，像极客与露营，就是这个，你这个露营吗？极客露营吗？这个凸起来的球形，像极客，那这颗就一进嘞，就起来圆圆。像极客露营吗？超好笑。上。这广角看起来会不会比较胖？那时候就是说要，可能是比较胖。对不起。无法控。放那个加入这个镜头，无法加入。那它上面那个是什么？是荧幕的吗？对啊，可能那个根本不准。你要等到它来那个三弯，谢谢。三弯。动起来啊！好，动起来，可以。动起来，我没办法动。